右手啊，右手，食指，夜里边很痛，右手食指很痛，我看到一开始看到一个军人模样，把冒出来个沙旦姆，冒出来一个沙旦姆，不是沙旦姆，沙旦姆在，在他们国家啊，公然，在公然，在践踏法律啊。他想抓谁就抓谁啊！现在这个时候看到纽约的那些法官、检察官啊，也是嚣张到极点，嚣张到极点，嚣张到极点的时候，意味着就是灭亡的时候啊，灭亡的时候，就是灭亡的时候要到了啊！各式各样的，各式各样的要制服他的力量正在聚集当中，聚集当中，聚集当中啊，那个。已经在陆地上的，已经在陆地上的，变形金刚正在汇集当中啊，正在汇集当中，正在汇集过去，同时在从外星球过来的那些飞碟也正在过来啊，正在过来啊，这次要大规模的行动啊，大规模的行动。也就现在正在他们是最猖狂的时刻，最猖狂的时刻，很快就要到了一个很快要制服他们啊，很快会制服他们，好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